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Team Lock 日记。我的人现在是在这个 ETS 的那个train 火车站。今天呢，我会去吉隆坡天四日游，所以呢，我会用这个坐火车去到 KL 来比较一下，或者是来体验一下坐 train 去 KL 的分别。今天我是会坐那个business class 的 ETS 的 train 去 KL， 看享不享受，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付的价钱是大概一轮是 one way 是145块。火车来了。往吉隆坡的火车来啦！我今天坐的是 ETS 火车去 KL， 五天四日，体验一下坐火车的感受是如何。我今天会坐 Business Class， 分享给大家。这辆火车是会比较快的，它是 Bullet Train。妈，好美耶！走吧，上车。Morning。应该是这边吧，这个位置你要讲阔，它是不是说很阔，我坐下来是 OK 的，刚刚好的，但是它的长度是蛮长的啦。其实是舒服的，不错。Have you hot drinks? Yes. Can I have coffee? Coffee, sure. This is your pastry. Thank you. Thank you. Here's your sugar and cream. Thank you. Thanks.早餐是你可以选一杯咖啡或者是茶，然后一点的早点，就是蛋糕，还有一些饼干吧。
二个 menu 是那些的嘛，热干。有蛮香的哦。啊 ，snack。哎呀，我的人终于到达吉隆坡的那个火车站，来分享一下坐火车来到 KL 的经验吧。其实坐这个火车呢，我是坐这个 business class 的。然后呢，我觉得坐 business class 还蛮不错的，那个位置是蛮 comfortable， 尤其它的那个长度是蛮长的。所以你的脚呢可以伸直，然后是蛮不错的。然后它有食物，有一个早餐食物，然后有一个这个 main course， 然后有 dessert 这样给你吃。我觉得它的食物还不错，觉得还比那个飞机上的那个食物好很多。我付是 one way 是145。是 business class， 假如你是做那种 economy 的话， economy 是75块，从大三角到吉隆坡，所以你做 business 的话只再加上一个70块，我觉得付这个70块是还蛮值得的，因为一来你有食物吃，你想一下那个食物大概给他40块到50块的话，你再给一个20块是那个位置，然后又给你蛮舒服的，有 internet， 但是 internet 你是必须要用它的那个 screen 来看东西。我有尝试用那个我的电话去 connect 那个它的 internet， 好像是不能的。Anyway， 然后 overall 取得是蛮爽的，再加上还蛮快的，因为大概是4个小时就到了，还蛮舒服的，让你躺一下休息一下，看一下书，时间就很快过了，然后吃一些东西，这样就。时间一眨眼就过了，蛮好的。假如你们还没有 try 过从这个槟城来到吉隆坡坐火车的话，坐那个 business class， 其实你们可以尝试一下，不错哦，非常推荐推荐。好了，就到这里为止。假如你们喜欢我这种的影片的话，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好不好？接下来我会在这个吉隆坡待这个四晚，5天4晚，然后会开箱3个不同的 hotel， 有一个是4星级，还有2个是5星级的。只要你们对这些有兴趣的话，记得关注我哦，拜拜。